心理建设很严重。对，很严重，因为我平常跟他讲，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，我平常跟他讲话的 key 都比较高一点。今天是林嘉佑的休息时间。我回来了，嘟噜，嘟噜，来，来亲个，亲个，握手，好亲，嗯，好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哦，好，我先放包包，你乖，你乖，你乖，等一下哦，好啦，你一直跟着我干嘛？你跟屁虫哦，你是很想我，嗯，好来，要不要吃东西？等一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好，可以吃，吃。嗯。好，到这边。我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好，那你想。因为猫我比较不会跟它讲话，我要思考一下。因为我平常都是摸它，我摸它捏捏。你也可以摸。有乳环哦。真的假的？OK， 好，来吧。哇！妹妹，妹妹，哦，饿了对不对？嗯，今天在家辛苦喽。饿了，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我帮你用吃，我帮你用吃，等一下。哦，你只有肚子饿的时候才要这样，才会来撒娇。哇，你这很现实哎、欸。嗯，好了，我摸一摸你吃，你看你吃你吃，不摸你就不吃。啊，吃饱了没？我要去读本了。哇、嗯，你慢慢吃。哎、欸欸，你挡住我的萤幕了啦。哦。每次我要用电脑就要上来啊！你不要按，你不要按，你按到录影了啦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好，你我抱你，我抱你，你在我脚上，在我脚上。好啦好啦，好好好，我摸你，我摸你，然后你在这边睡觉啊。好，晚安。好，其实我也没有在看台词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好热哦，听到他念到哪里，然后我就瞄到哪里。你很棒哎、欸！我跟你讲，掌声！不是，我自己飙到最后，我想说，我到底在干嘛？他也在想说，我到底干嘛？